可是他竟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，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。他要抽你筋，扒你皮，为什么没用捆仙锁锁住你？我知道，他是舍不得。我与他终究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我还与他有了孩子。 他今日还为我挡了白浅的昆仑煞，可夫妻又如何？他若真念夫妻情谊，就应该为我与天族斗一斗。君上，君上！ 君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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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相信白浅那个贱人的话，他是用妖术，他是用妖术才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君上，君上，白浅那个贱人从小就跟我不和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你不要相信他。 你我已经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本君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你。7万年，7万年，君上，你不能如此待我，不能。如今你得罪了整个天族和青丘。 你让本君怎么帮你？难道你要我为你一个人与整个天族和青丘为敌，让异族尸横遍野吗？君上，白浅恨我，都是因为当初我去昆仑虚偷了真法图，害死了他的师父，所以他才记恨我7万年。逮到这个机会。 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。可是君上，我当时都是因为你才去偷真法图，因为你的夫君要杀你，是我保的你的性命啊，君上。我为你背叛了天族，背叛了青丘。现在你不能如此对我。 就算再荒废正物，我也是异族的君王。我唯一要守护的，就是我的子民。来人，将异后关入极寒之域，择日用刑。是。 关在此处，本宫让你们死，让你们全都死！君上，你不能如此对我。玄女为你做了那么多事，如果没有玄女。 你不可能坐上今天的位子。7万年，我们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你居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，
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。 军少，你是谁？玄女，黎渊，你是黎渊？不可能！三百年前你在北荒叛乱，不是被军少杀了吗？是黎靖这么跟你说的吗？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被困了三百年。原来在异界，黎渊已经死了。你生与死与本宫何干？他关你，尚能留你一条性命。可是他竟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，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。 他要抽你筋，扒你皮，为什么没用捆仙索锁住你？我知道，他是舍不得。我与他终究做了七万年的夫妻，我还与他有了孩子。他今日还为我挡了白浅的昆仑山。 夫妻又如何？他若真念夫妻情谊，就应该为我与天族斗一斗，而不是杀了我，给天族交代。他堂堂一王，竟然因为天族太子的一句话而保不住自己的以后。他不想保你。 难道你就不能自己保自己？我可以帮你。你若真有办法，就不会困在这里三百年了。我被黎靖封在这里。 封住了我周身的法力，又把我绑在这里。我当然逃不走了，但是你却可以。难道你就不想活着离开这里？想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死。如果死。 我也要白浅那个贱人先死！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女人？